不费的，给个这么一毛，那没办法。哦，所以吧，你对呀、啊，所以水跟钱其实差不多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你看的一点点，或者说再多一点，再多讲就没没不发工资了，差不多。跟公司一样，材料差不多是一样，就少一点点。系喎。就是他那个胶水喎、啊，胶水一点胶水，胶水不值钱啊。而且他单单运这一点点，我们还要量好这个尺寸，还更麻烦。人工可能还会重。哎，这里这个厚货可以调教哦。这个是粗斤，如果是十二斤啊、十六斤啊，就比较。喂，表姐一樣曬，可以話佢整，一樣曬。哪怕你就是你做幾個大點、大點、大點，可以。這個真浪費。能不能重用嘛？哎呀，好啊。他已經加過了，加過了，加過了。这边我们要在外面真的。哦，我们下面有一台机，要它打包，把它打包，这个茶杯在的吧？嗯，那边小小的，大的。好香啊！好黄啊！这个好黄，真系。只手就印一边咯。好黄。这个有个窿。好臭啊！